就到唐人街了，然后转一圈，转一圈，然后就回。唐人街之旅，些老外游客这些。上次来的时候，好像还是庆祝中国新年大游行的时候来的呢。是吧？那时候来的呢。绿灯。时间过得好快呀。Garden Restaurant 的花园餐馆，还有好多人在打扑克。好多人在打扑克，有好多人，有些是游客，有些好像是。走一圈，走一圈就回去。唐人街怀旧之旅，4年前这里，将近5年前了，这里曾经留下我的身影啊。爬坡，我不喜欢这样的坡这样的坡是不太喜欢。有点气喘吁吁。前面就是邮局了。这公交车。邮局也关门了，
人挺多。